叶，我总算找到你了。叶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知不知道方才我有多担心？可我没有拿到密函。别担心密函了，你这没事最重要。密函我们之后再想办法去拿。现在当务之急，我们需尽快离开这里。小五国医，请等等。国医，你走错路了，你的住处在那个方向。我的密钥在炼丹炉那边，我需要亲自取来送给主上。不必了，主上已经醒了，急着召你觐见。你也知道主上脾气，还是请你赶紧去吧。走。是。 主上，臣今日有重要的事情要禀报，事关幽州百姓的生死。听着，我们在商议国家大事，还不速速的退下？萧素文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欧州百姓的性命比朕的性命要重要的多吗？主上，臣并无此意。萧谷参见主上。 小谷，真头痛难忍。你给朕吃的那些密药，到底管不管用？主上，请放心，小姨给主上呈上的药物一定是有效的，只是……这是什么？只是你妖言惑众，才要壮丁都死了，你还不回去思过？韩大人说的是，小姨之前口出狂言。 这就回去忏悔思过，小谷，你口出狂言，难道就可以拿朕的性命儿戏吗？啊，小谷，你今天甚是怪异。 主上，我已经得到了新的神谕。说，藤里天神说主上杀虐过重，所有被无辜杀害的孤魂野鬼全都缠绕在身。如今报应已降临，你的病再也治不了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朕要杀你！大胆狂徒，一派胡言，还不快快的退下！朕要杀了你！
轰出去！住手！朕要杀了你！主上，主上一定要息怒啊！杀了他！主上息怒啊！主上，主上，朕要杀了你！朕要杀了他！主上，朕要杀了他！快息怒！主上，小龙，主上，朕要杀了他！主上，来人！朕要杀了他！主上，主上，主上，快来人！主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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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让即刻将萧骨抓回来问罪。我要杀了他，主上。我要杀了他，杀了他，我要杀了萧骨。臣领旨。主上，杀了他。主上，主上，杀了他。听着，主上有旨，将萧骨处以极刑。是。